刚刚弄着我这，生气呀，要么的，我说上周生气我你就吃的些呀，要么的，对待他，就让他们偷了药的，还想要不来的，就是往我这偷个药的，两米钱偷过来的，总共两米钱过来，往我这上周吃偷过来，因为赔给我是老爹偷过来，往他妈爹来的，你这些的，就。 是慈悲爱众生，接下来请收看传习法师弘法行。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啊，就是说要去挖掘，深入的，我们说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深入。如是我闻，你得利益了，我明白了，我得受用了。如是我闻，哇，得受用了，那你就再往下推，以此类推啊，依时佛在。依师佛在什么意思？就是如是我闻意思啊，总的都概括了。然后你也想知道大的知道了，你想再知道一点小的局部的啊，他就说了啊，依师佛在，然后下面了舍卫国，或者是啊极树极孤独园，或者是啊灵鹫山，一时佛在灵鹫山，一时佛在舍卫国，一直是佛在竹林精舍，一时佛在啊，这个啊，奇树极孤独园，这就是加了一个说明一个地方。但总的在哪？一时佛在尽虚空遍法界，一时佛在。哦，那我们要想哦，这狭隘一点，那就一时佛在哪里？与大比丘众，哇、哦，多少1250人还是多少多少啊？与菩萨多少多少啊？然后交代了，这个地点是交代了，好像是人哦，当时是开什么会，有多少人参加？但是内容是什么？哇，内容一下子又放开了。那佛讲的这个内容啊，一下又放开了。哎，像阿弥陀佛一样的，佛说了：“去此向西过100,000,000佛土。”哦，你说这有什么境界？去此向西过100,000,000佛土，啊，有世界名曰极乐，哗一下，从你定位的本来是在奇树极孤独园那个点讲的，结果接下来都说去此向西，从此向西过100,000,000佛土，哗一下子又不是奇树极孤独园了，一下子这个境界，哦，这距离。空间感又扩张，又扩出去了，又扩到我们，哇，这个你看，你用3D 的好了，3D 的你来想象一下，哇，你要这样的身临其境的去想象佛讲的这个境界，一下子就从你把你从极树极孤独园又带走了，带到极乐世界去了。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哇，你看，从此佛到彼土到彼佛，啊。你看佛经都是这样的啊，妙法莲华经也是这样的啊，入无量义处定，无量义处定，无量义处定，从无量义处定出，放光啊，放光，然后照见哦这个十方世界啊，东南西北上下十方的诸佛净土都现前，
在干嘛，那又谁哪一尊佛，有什么菩萨在干什么，然后这个时间呢，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空间呢也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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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然后这个舍利弗看了都舍利弗看了都喂，你看，哎，今天佛干嘛，今天为什么要佛要给我们献这个，让我们的看得简直眼界不暇了，超越空间，超越时间，这样子的让我们看到这广大无边的世界。为什么，为什么佛要干嘛，佛要干嘛，佛的动机是什么，哎，然后问弥勒佛，弥勒佛说我也不知道，最要问大智文殊菩萨啊，再问，偷偷的问大智文殊菩萨。文殊菩萨说，以我所见，我过去亲近佛，佛这样子的话，以后会干嘛，有可能要说大法，语大法语，击大法鼓，要说殊胜法，所以他现放光，现这样子的无边的瑞相，打开我们的心胸，打开我们的心胸。否则佛说大法，佛要说大法，我们还保持凡夫的小境界，佛要说大境界，我们还小分小境界，那个我们跟佛不相应嘛。斗鸡说法，先是放光斗鸡，把我们的鸡给打开。所以我们佛的弟子啊，是佛弟子要不能有很狭隘很固执的心啊。我们要勇于就是跟佛走，勇于敞开心胸，打开眼界进入佛给我们的展现的那种广大的无量光无量寿的这样子的境界，跟着。然后为什么会这样，佛是慢慢给你到来一点点所以佛经佛的经典如实的记述了我们佛的这些法，这些法都是初中后善我们得一句得利益，句句得利益，句句句句摆下去，以佛教学佛教，以佛法学佛法，这个就是叫以合法得合法，以合法得合法，你以佛的这个法，你才能得了生脱死的结果，你以佛法才能得到佛法，你不可能以世间法最后得到佛法的，所以因和果必须得相应，如是因，如是果，如是本末究竟，如是的本，如是的末，如是的究竟，所以我们往往就是怎么呢，我们往往都是会错因果嘛，我们在生灭的因里面想求不生不灭的果祖师就说到火里面找水泡，这怎么可能呢，火中觅佛所以我们错下手的功夫呢，就是什么呢，就在生死上下功夫生死上，生死上弄来弄去还是生死所以祖师又告诫我们无量劫来生死本，痴人唤作主人翁宣化上人提醒我们叫错用了心机嘞，错用了心机嘞楞严经里面佛跟阿难叫他七住真心，你说说看你凭什么修行的结果他想说来说去怎么说佛都给他否定掉不对不对不对，那阿难的七处真心涵盖了我们所有凡夫的，一般凡夫，特殊凡夫，包括科学家心理学家，他们所有对心的认识其实是从古到今的各种人类对心的这种猜测，阿难尊者都给他代表掉了第一个说心在里面，说心嘛，心嘛肯定在里面了，
佛给他否定了，不是，那不在里面，难道心在外面？是啊，我看到东西我都是先看到外面嘛，因为心在里面，佛说了嘛，那你心在里面，那你现在你身在讲堂里面，你是先见讲堂呢还是先见外面呢？他说那我是先见里面啊。他说是啊，那你如果心如果是在里面，那也应该先看到里面咯，后再看到外面咯。阿难尊者想，嗯，这是有道理。那佛说那你心在哪里呢？阿难尊者说，哎，依照佛所讲的，我有所觉悟，那应该心在外面。他自己还理由很充分，说根据佛的提示啊，所以我现在讲心在外面。佛马上跟他说了，心，哎，他说心如果在外面的话，如果比如说你眼睛要先在外面的话，那你也能看到自己的脸呢、啊？为什么看不到自己的脸呢？哎，他一想，倒是的，我心在外面，我怎么看不到我自己呢？哎，那佛说，那你心在哪呢？我听佛的这个开示，我有点知道了，心在中间。啊、哦，然后就这样，哇，七出真心，这就把所有我们凡夫对这个心的理解，都给你概括，都给你佛定掉。逼到后来，阿难尊者哇，简直就发飙了。前面还很客气哦，前面哦，从一开始痛哭流涕，哦，那个被抓回来，被文殊菩萨抓回来，他很惭愧啊，很惭愧啊，所以那个是哇哭啊，那个好像很委屈的样子啊哭，啊问，还那还是很有礼貌的啊，合掌啊，那个长跪啊，干。七处真心都不是啊，我这有点发飙了，有点受不了了，这种，哎，哎，他说我跟着你出家，乃至跟着你去十方世界供养诸佛，都是靠这颗心啊，被你讲来讲去，我难道我没心了吗？弄了半天我心都没了，哎。我做好事就是这颗心，我做坏事也是靠这颗心，难道我心都没有了？急了，就急了。到后来，哎，佛这时候哎，到他急的时候安慰他啊，不要急，不要急，出兜罗免手摸阿难顶，安慰他。哎，说虚空皆有名相啊，草木都有相貌。虚空都有名相，草木都有相貌，我们心怎么能可能没有名相没有相貌呢？不要急。但是什么是我们的本来面目，我们的心的本来面目？哎，这个确确实实是需要知道的人才能够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的人，我们是就叫什么呢，叫盲人摸象。所以我们学佛往往出现这样的问题，末法时代的众生更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得真实的因地而修行。所以这个佛教我们就分为修行上什么呢，哎，有实修的，有相似修的，有结缘修的，有结缘的啊。所以好在我们生命之业体是什么呢，啊，这个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功德善业，然后现在越来越多我们的团体有机会接触到，就是说、啊、各个层次的这样的善知识，所以我们有机会这样子，然后啊，保持着跟着啊大师父的脚步不变，然后会开智慧，慢慢开智慧，但是你不能满足啊，人你满足了就不能进步了嘛。啊，一边这样做，一边还要做更实际的、更有效的，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一边这样做，一边在求上进，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愿解如来真实意，这个很重要。哎，所以这个《楞严经》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佛教里面开支的楞严经是印度的国宝啊，
哎，可以这么说，《楞严经》是极其不一样的、不同的一本经啊。哎，我们现在很多藏传佛教，当然藏传佛教很多窍诀部口耳相传，那是修行的精华，师父的精华传给徒弟的。但教法上，我们汉传佛教真的不太输给他的。特别我们有《楞严经》这一本经，《楞严经》是声闻缘觉。啊，到菩萨，你看那25大善知呈现的，那都是各种的嘛，啊，84000法门就整个就凝结在二十五个里面，用啊直指我们这个末法时代之众生的根基，耳根圆通第25章耳根圆通，啊，从耳根圆通而入，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啊，出于文中入流王所，所如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见真，闻所闻静，静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即缘，啊，这个一门深入，啊，这个就是观音菩萨亲自来给我们做修行的典范，是怎么样那个的？然后佛又问文殊菩萨，你看25位讲了。你看谁这个所有讲的，谁对阿难尊者和末法时代众生的根器？文殊菩萨又出来啊，以佛的加持，文殊菩萨也很那个啊，就是口气非常那个啊如法的，然后就见者了，耳根圆通，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欲入三摩地，欲入正定。真实修行之称啊，这个当以文中入，然后现证，他自己也证，不仅观音菩萨这样修的，他说我也是这样修的，我从初地顿超八地啊，就是靠这个啊，这个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哎，那我们做这个禅门日诵里面，早课里面，哦，还有一个实地顿超无难事，为什么又来个实地顿超无难事？那更厉害。但是那个就是要你有开悟的禅师，所以我们过去就是说佛教的历史当中，参访善知识啊，然后参访善知识，3年、5年、10年、20年、30年，在善知识身边。达到什么呢？达到跟善知识以心应心相应，心心相应。怎么心心相应呢？他说：身诚持，身财诚持，财物质财富，法也就是身供养、财供养、法供养，3、4具足，三种供养具足，这是亲近善知识的啊。能够迅速的跟师父心连心的方式，哎，心能够连心了，那内在境界，因为内在境界是不可言说的，生命的感受是直觉的，当下体验是不可言说的，哎，所以所谓讲的心行处灭，言语道断，啊，不可言说的，但是可以限量的证，一旦，比如说啊，哪一天你跟师父相应的时候，哇，你就会顿超。这个顿超就叫啊，实地顿超无难事啊。那是什么？因为法身见呢，法身的见是真佛，真佛。不管是我们大乘佛教还是金刚乘佛教，都以法身的见为究竟了义的成就，究竟的成就。所以在金刚乘里面、密宗里面。规矩也是要把自己的师父要当成法身佛，当成法身佛观，就是最了义的佛，不能住色相的，不能以色相来见师父的。哎，所以《金刚经》呢，不能以色求我，以音声求我。哎，以色求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哎，所以我们这个。啊，听听，但是有你，因为我们好久学佛了嘛，有一些东西哎，能豁然贯通，
平时有一些你想不明白的，为什么佛教这样的啊？就是我们楞严经里面，就是它这是一种啊，就从表面的进入到内部，甚至入禅坛城。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怎么住坛城，怎么修坛城，怎么修坛城里面就讲到火供，楞严经里讲到火供的。啊，你们到楞严经里仔细去看，但讲坛城的部分就讲到火供。因为入坛城不可能没有火供，这个火是什么？跟大家讲了，火是智慧火，怎么可能入坛城的人没有智慧火？是智慧肯定升起的。哎，所以我们每次啊，这个三角，这三角形支持那个，把那个啊那个甘露水杯放在手上，这什么意思呢？啊，哎，对，我常常跟大家讲的嘛，这就是煤气炉的那三个角，其实很简单，啊。我们那个香炉也好，什么也好，从古代来说都是鼎啊、香炉啊，都是这个三个角，哎，几千年传下来，哦，那国之重器，那个大鼎都是三个角，没有四个角的，代表什么呢？这个就是，哎，在密宗是叫做啊人头灶，这三个角是用白骨人的骷髅支起来的，这代表什么？代表戒律，有戒律才能产生智慧。啊，才能会有智慧火，有戒律，啊，然后这边拿着，这边这手这样，哎，就是你看话筒边上有点听得见的，打的响的人很响的，我打不响啊，是这样弹的，这个弹，这弹代表什么呢？哎。我们这个阿义是最那个的，最佩服的。阿义跑到日本去看看那个金刚上，是两个手啪就一下，哎，不是那个弹指，弹指谁不会弹？弹指会弹，哎，食指和拇指弹的，哎，不是中指和拇指弹的，哎，师父不是教我们的嘛？啊，施食的时候，散不啦，散不啦，轰，是这个食指弹出去的，这食指弹出去代表什么意思呢？这就代表点火的，就是升起次第的刹那智慧火升起。火智慧火升起在哪儿？就打火石一样，古代人点火用打火石嘛，这是比喻啊。点起升起智慧火，在这个在这个山之角的这个人头灶，叫人头灶。为什么用人头灶？代表是智慧啊，智慧的火。啊，有很多我们祖先呢，我们这都用了很淳朴的一种表示方法，啊，不是说这个人很残忍，把人杀掉了个头，骷髅头垫到那下，不是指那个意思，哎，只是啊，它几个合在一起表的一种法，那入坛城了，按在正定里面，在火啊，智慧升起。啊，那我们这个身体就，哎，转凡成圣，哎，肉身修的，你看都可以金刚不坏，更修转，甚至肉身都可以修到地水火风四大自在，四大可以修的自在。哦，我们地水火风组成的嘛，结果地水火风得自在，哎，所以楞严经里说。真火性空，真空性水，真水性空，真空性水，真啊，这个风，真风性空，真空性风，这四大全部变成智慧体了。这时候啊，甚至就可以有很多的神通自在变化啊，入虚空定就哇、哦，入虚空一样的广大。但是这个就是什么？入虚空定。啊，地水火风空，那还是个空吗？还有一个空大吗？所以这个真正的智慧是超地水火风的。所以呢，过去的祖师他跟那个黑白无常说：“你纵使锁得住虚空，你也锁不住我啊！”那就了生脱死了嘛。我们现在都是在那个低级的物质的这个锁链里面，啊，低级的物质的锁链里面，啊，色第一个色法就是低很低级的，哎。地水火风都属于色法，哎，受
想，这受想不属于色法的，受是受因，想是想因，整个一个身体就是由物质的元素的成分，但是物质元素在我们生命里不是算那个的，不是全部，还有受想行，行就有点像什么呢？四维的，但是四维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哎，所以行因迅速啊，行因迅速，哎，最后识，这个识就是识是无明的那个，哎，识就是有明色了嘛，明色就有六入了，所以识是无明，从无明里生的，无明缘行，行缘识，哎。那怎么把这个我们的四大五蕴啊转，其实就是楞严经按住那修都就可以转掉了。哎，楞严经是提纲挈领最重要的一部修行法门，有理论有实践，而且重在实践上，偏重点在实践上，直接就告诉你怎么解脱转凡成圣。哎，怎么修出来啊，就这样的定自然有那个了嘛，啊，色受想行识，这里面就五蕴魔啊，五蕴会变化的，它不管你怎么变化，你不要动，如如不动就可以了。哎，这是有这个啊，因为这个有内，你四大有内四大外四大嘛，内五蕴外五蕴，你有五蕴的，外别人也有五蕴，人有五蕴，天人也有五蕴，甚至天魔也有五蕴。哎，所以这里面就分五十种阴魔，五十种阴魔里面有些是之内的，有些是外的啊。所以在金刚乘里面，那那个这个为什么叫金刚乘更那个呢？金刚乘有把很多的经典的精要就聚在一句话里面，有时候，哎。所以这个修行就是叫广集资粮呢，啊，上次我也是在我们禅林寺啊，我上次在禅林寺过一个夜，哎，那边有大藏经啊，我把大藏经里面的那升起次第的，就是、啊、唐密的部分这个经书我拿出来看，他那个坛城里面设的坛城，哦，这个是东边有哪几位菩萨，啊，南边哪几位菩萨，西方北方当中哪几位菩萨。这个我们显教的要介绍这一个菩萨的功德，要写很多的文字介绍他。但是你显教学好了之后，这功德都知道了，那一个菩萨的名字就具足这些德，就设在这些德里了。那你平时修的时候，你还需要观想这整个一个菩萨的形象，菩萨形象上面的璎珞十三种璎珞种种都表法，把他所有的德都设在这个形象里面。那你还要通过这个观修，你更进步，观得更细了，这些一观就马上都出来了，那甚至不需要一个整个的菩萨形象了，他就你看从那个书啊，他就开始就是一个草图画了一个菩萨形象，再往下就不是连画形象也没有了，就是一个种子字。哎，像五方五部佛的种子字，我们这个随米的时候家行里面就有这个，先是念七宝如来，对不对？七宝如来就是嗡欢舍，这是五个字就代表五方五部如来，就不需要形象了，就一个种子字。这个种子字对一个修行有素的人来说，一看到这个字就全部的就体现了，就是这个菩萨这个佛他的功德就在这里面。就像我们讲一样，南无阿弥陀佛，讲万德洪名。那你要经过显宗的这么多文字的说明，你要知道阿弥陀佛什么是才是万德洪名呢？如果你直接不知道，那知道的人念当然是万德洪名，你不知道的人就是对不知道的人来说，他一德也不得。哎，就知道这个梵字一个梵字代表的意思的来说，那他要经过多久的休息，他才能知道这一个梵字代表的是什么？哎，所以我们佛教的修行其实还是很严谨的。佛在地藏十轮经里就说，我法不能乱次第啊，不要乱次第，我告诉你们方法了，你不要到时候再瞎学。哎，
你就按部就班这样学，肯定可以那个的。哎，所以我们很多，我说呢，我们现在是结缘，先是结缘，那以后知道哇，佛法广大啊，殊胜不可思议啊。哦，那么多上师善知识师父带我们做，哇，这么多瑞相，你觉得真是不虚。那你要了解，那到底是法什么，怎么会产生这样，怎么会这意思，要深入，还是要多深入啊，有时候去了解。那一大信心产生，对法产生信心，然后去知道。至少你比如说我们要知道，哇，确实是不可思议，这至少的。哎，法是不可思议的。哎，那个像那个种子字，那就是种子字了，直接一个坛城就几个种子字就代表了。就我们现在电子业也是这样的嘛。哎，在50年前的电子，那时候电子管的，哇，很大哦，一部小计算机，哇，5层楼这么大哦，运算的慢的不得了。我们中国的算盘都比它算得快哦，哎呀，那么大一个，后来慢慢变成晶体管了，现在变成集成电路，咱们小小一个手机，你知道里面有多少东西啊？你要打开，你看你，哇，你根本你不知道看什么，就像蜈蚣一样，那么多角的那什么，就集成模块越来越小，但是里面的功能把多少的那个全部聚集到这个里面。我们好像用起来很方便，一个手机一打，你说里面多少的我们人类的智慧都融在这里面。佛教也是这样的，你看看是一个坛城，我画了这么几个符号，那还了得？你要是用显宗的方式来就认识它，那书要堆好厚好堆成山的书，你要去看啊，就你要想了解这么一个简单的，对不对？至少你尊重吧。你比如说我们用手机，我们尊重，哇，这个手机人类科技啊，我们要对它有一种，我们用佛法也是啊，要尊重，我们可以作为使用者，对不对？但是作为我们比如说出家人呢、啊，我们不能够，佛教里不能没有专家，如果没有专家了，最后大家也不知道了。佛经放到那，大藏经都是在我们有一位法师说的，大藏经天天闭关，大藏经闭关，关在那也没人看，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然后慢慢就不知道这个所以然。至少我们信徒，我们佛信徒，我们知道，哇，这里面奥妙，很奥妙的，无量功德庄严的具足的，所以我们使用起来那么样子的殊胜。佛是慈悲度众生啊，理论很大很多很多啊。哎，佛所以说了一句阿弥陀佛，唯佛与佛才能知道啊，究竟了知啊。你想这句阿弥陀佛，我们读谁都会读南无阿弥陀佛，但是释迦佛陀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了知这句阿弥陀佛的这个它里面的意义呢？等觉菩萨都不一定知道。哎，只有佛才知道佛境界，等觉菩萨还不知道佛境界呢，所以这个佛法是非常非常奥妙的。佛说讲到你讲阿弥陀佛经也好，或者讲琉璃光药师琉璃光本愿功德经也好，佛那样子的那么样子赞叹，佛甚至说，他说我用一节的时间我没有办法讲清楚，给你们讲清楚。佛可以注视一节跟我们讲，但是我们没有那个，我们没有这个智慧可以听清楚啊。但是佛还是说了，我注解一切，增一节减一节，我讲不完。因为什么啊？琉璃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从物理学的角度上讲，我们现在的物理学已经有一点沾一点点边了啊。对这个琉璃光已经可以有一点理解了，就物质最后就是光的，就是光，不是一个实体啊。所以这个现代科学啊，有时候跟我们佛教的这个知识啊，真的我觉得像爱因斯坦讲的一样的，科学的发展能证明佛教是正确的。像我们在学这个我们佛教理论的时候，说声闻缘觉对物质的认识，就是说他能认识到这个物质里无我，
万法无我，但是他还他的智慧没有突破到法本身的存在。就是人无我他可以证道，法无我他是证不到的，他的障碍就是法还是有的。所以佛他说，你们所有享受的境界，这是我的境界啊，我幻化的化成啊，你们不要觉得啊得少为足啊，认为我不错了，我不要再修了，我就在这里面。这佛说，这都是我给你的，让你们尝尝的。因为什么呢？用理论上说，你虽然证得人无我，但法无我你还没证得，所以你那叫有余涅槃，不是究竟涅槃。你像弥勒佛说的啊，唯识，唯识，因为他等觉佛嘛，等觉菩萨。他说的唯识，唯识是我们众生修行非常快速得受用的一种方法。现在的时代的人，有科学基础的人，特别学唯识容易受用，因为他就讲眼耳鼻舌身意，你看就是当下的，就限量比量圣言量，我们很好理解的。现在受过教育的人很好理解唯识学，所以弥勒菩萨讲的唯识学，唐僧宣奘大师去印度取的回来的主要就是这个学问，唯识中翻译了瑜伽师理论，整个一铺一就是那一完整的一套这些经典，叫唯识中，叫慈恩中，就是这个中。现在我们杨仁山居士又从日本带回来的，现在我佛学院里到处在学的，但是就带回来就是名相，没有实证，没有这样的善知识。他真正的按照这个修，通达每一个名相，给予每一个名相的真实意。现在很多老师讲不出真实意来，就是一文解义在那讲，所以讲了不受用，听众不受用，包括我们出家人听了这个课不受用，就是佛学就是佛学，没有变成学佛，没有进步成学佛。但是好在什么呢？啊，你好在我们佛教里还有金刚乘。在除了杨仁山这边引进来的这个佛学，那藏传佛教五部大令里面有，他还有上师，他有这个正宗的传承，从佛祖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我们中国断掉了，玄奘大师只传了三代四代就断掉了，很可惜的。第二代窥基大师，第三代叫圆什么的，后来就断掉了，反而日本求回去了，日本传回去了。但是日本传到现在也已经传得相似了，走样了。藏传佛教还保持着，藏传佛教保除了五部大论这个之外，它还有窍诀部的，窍诀部口耳相传的，就什么呢？真正的瑜伽部，瑜伽师弟，瑜伽师叫什么？瑜伽师叫实修派，就是瑜伽叫相应。就是我们跟实相，跟诸法实相相应的修的方法，瑜伽是相应的意思。所以在过去的这个里面又分学院派和瑜伽派，学院派是讲理论的，其实弥勒菩萨不是讲，虽然讲的都是理论，但这个理论很实用，很好起修，修起来得正果很快，所以他就称为叫瑜伽派，瑜伽师弟，瑜伽师派。但瑜伽师派的真正的真传又在哪？在现在藏传佛教的这些大师身上，口耳相传。所以这个是现在这些法脉还有啊，还有。所以我常常我会流露出一点来，这个东西是真实的是什么？你比如眼耳鼻舌身意摩那，我常强调重点就在摩那，重点就是摩那，转盘身真的这个窍门就在摩那。摩那不知道，前面也不知道，前面都是名相，后面阿赖耶更是不知道。因为阿赖耶只是圣人的境界，他对于凡夫来说纯粹是名相，因为不知道的，叫冬虫不知夏景，夏虫不知冬雪。夏天的虫，你跟他讲冬天的，他不知道的。我们凡夫的不知道，不会知道阿赖耶里面是什么东西的。
纯粹就是书本上的文字性的东西。所以在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什么，在楞严经里都一可以跟你，哎，楞严经说是宝啊，真正是宝啊。啊，过去是谁，哪一位啊，这个发现了之后，赶快把它翻译成藏文。所以由汉文啊经典翻译成藏文的，最主要的有两部，一个就是楞严经，一个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佛一成道就说的经，佛安住于自受用境界所讲的，所以被称为是经中之王。哎，这个是不得了的，这个经，而且这本经呢，恰恰就受记给我们汉人的中国人，东正旦土的人。佛说这个经由他们保存，由他们弘扬。你看，我们这个财富很大的，有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所以不仅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汉传佛教念普贤菩萨行愿品，我们都不是很重视的。在西藏，藏传佛教各宗各派只要做法会，没有不念普贤行愿品的。哎，就是这样。但是楞严经呢，楞严经实在太殊胜了，都一般性，他们有翻译过去，很那个的，啊，这个《楞严经》里面的第一卷你读明白就能开悟了，就能够修了，就会修行了，你找到心了嘛，七处真心，这就显见，显就是显了嘛，第一卷就显了。然后下面越来越深，你根据这个越来越深，入坛城，哦，建立坛城，破五十种阴魔，啊，最后成就。楞严是非常殊胜的。我在这边劝请大家，会认真读楞严。我们出家人好好吃楞严咒，楞严咒是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神啊，天地各天的王，所有一切现象的人格化的神。啊，从十方诸佛菩萨到这些天王的名字都在里面，你只要念楞严咒，这个世界就会有次序的运转，不会乱掉次序。哎，你把这一念好了，这些名字哇一念出来，哦，就好了，这世界就会有序的。楞严咒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出家人早晚功课，早功课啊，汉传佛教，这个是对我们整个人类的大贡献哦。啊，我们常常说，哎呦，西藏的是密宗，我们不显宗，搞错了。最长的咒在我们汉传佛教里，楞严咒最长的，藏传佛教我看没有一个咒超过这个的。哎，我们唱的大悲咒好了，藏传大悲咒只有我们汉传大悲咒的一半都不到。他那个咒已经算很长的了，我们汉人很厉害的，哇，能把楞严咒背下来，但是藏人也很厉害，能把整个五部大论都背下来，哇，那不得了啊！五部大论还了得啊？他们学为什么要花十几年学呢？就这些天要背的，背抽查，然后辩论的时候不能有一句是自己话，全部都是经典里的话。就是第几页第几行谁说的什么，然后变，哦，那他就说了，我第几页第几行谁说的那个，哇，就两张变，哇，那很厉害的。所以西藏辩经那只有在西藏才保持下来，我们这个汉传佛教也没有，我们曾经有，但是啊，比不过他们，真的很厉害。所以这就是呢，我们都要恭敬啊，赞叹啊，你不能说，哦，有的人学了几天藏传佛教了就看不起汉传佛教了，对不对？我们汉传佛教也有殊胜的啊，不可不共的殊胜的功德啊，但也不能因为，哦，我们汉传佛教有5000年文化，我们传进来有2000年的历史啊，你藏传佛教再传进去1000多年，你也不能轻慢，啊，藏传佛教厉害哦。那兰陀要毁灭之前找佛菩萨就知道了，就告诉阿底峡尊者，你要把教法转移到雪山上去保存下来哦。
藏传佛教就是最就是全部都是那烂陀的东西啊。我以前我还不知道呢，我以为藏传佛教就是藏传佛教自成一个体系。后来到那烂陀看到那些出土文物展出，我才看出来藏传佛教的所有那个是原原本本一模一样，跟那烂陀一模一样的。他把佛法最顶端的最重要的全部保存在藏地啊。那你知道啊，那还了得。哎，佛早就知道了嘛，佛菩萨知道，那不能让啊消失掉的，保存着。但是毕竟我们汉传佛教有2000年了嘛，历代大师去取经，一些重要的经典都翻译到，基本上都翻译到我们这里。所以现在保存经典最多的是我们中国，你到印度看不到的，印度哪里有经典？都毁掉了。哎，所以这个现在印度的经典是靠我们中国啊，靠斯里兰卡、泰国啊，巴利文的。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巴利文和梵文的，我以前总是认为巴利文就是小乘国家的，我以为是别的，后来才知道巴利语是什么，巴利语是俗语，是普通老百姓用的语言。梵文呢，梵文是相当于我们中国的文言文一样，是属于那种婆罗门啊，高贵的种姓啊，一种用的一种就是说哦，很文雅的一种语言。佛陀我以前以为是哦，佛陀讲的是梵文，后来才翻译成巴利文，后来才知道不是这样。佛陀讲经的很多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是巴利语。巴利语就是什么？老百姓的语言。就像我们的经典，你看那个鸠摩罗什大师1700年翻的那个经典，跟现在读白话文一样，他没有用文言文。不是你读什么道家书啊，或者是儒家的书，深色的不得了。我们佛教经典没有这样的，佛教就是白话文，没有用这个文言文，甚至还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我们佛经里发明的。佛当初跟众生说法，就用最朴实的老百姓都听得懂的语言，就巴利语讲的。倒反而是后来有一些人认为佛教很那个嘛，很多国王也学佛了嘛，他们才佛在不同的时候讲的是梵语的。梵语是什么？是印度最高贵的语言，是大梵天，他们认为是大梵天传下来的，它是属于婆罗门族和刹帝利族，就是说很正规的场合才用这种语言。好像欧洲人一样，他们跟我说牛津大学开学的时候还要讲几句叫什么，他们那个什么语，因为他们是从啊那个这个什么啊希腊语啊，讲几句希腊语，表示他们的传承啊，他们是从啊雅典、希腊、古希腊的文明这样传下来，古罗马这样传下来的，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你看你读藏传佛教，你看呢一开始没上来，上面是梵文，啊，然后再是啊藏文，再是什么文，它也是表示一个就是。一个渊源，一种很庄严的这种，所以佛陀当时说的很多语言就是很朴实的语言，一般民间用语。所以可以知道我们经典读起来为什么那么容易懂，佛多慈悲啊，早就是为我们讲的，比的例子也很简单，智者因譬喻而了之。用比喻大家可以知道真实的意义含义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是说要无偏的对佛陀的三乘教法要升起恭敬心，不管穿什么样僧服的人，我们都要对他升恭敬心啊，不能说那小乘我就有个小字，不能小，所以我有时候不用小，我说上座部，但严格来说小乘跟上座部是不一样的概念，但是这个小乘不是贬低的意思啊，那对这些僧众也都要恭敬，对汉传佛教的藏传佛教都要很恭敬的啊，这是佛留给我们的啊，佛宝、法宝、僧宝，所以今天我们这里啊，就我也没有什么主题的，就这样聊聊天，但是我们这样所说的都是佛的佛法僧三宝的价值。
阿弥陀佛。我们回向啊，愿消三障诸烦前生寒雨万劫难逢，皈依者福增无量，历念者罪灭和沙。譬如灵丹之妙药，了百病已倦除，若以恳切之诚心，无求而不已，所谓道，明明大业，众三宝为等。
滔滔苦海内，三宝为舟行，烟烟火在中，三宝为玉增，有时细心仰望，当求出世之因，迷于宣扬，定感超凡之我。我也曾经老掉头，